脸，一到下午就全部都跑出来了。因为你只用粉底液，没有用遮瑕膏。今天就来介绍这支去你的瑕疵泥雾遮瑕膏，有三种颜色哦。我们现在就先来用橘红色的来遮黑眼圈。就可以使用去你的瑕疵遮瑕泥，它是泥雾质地的，画起来就不会让瑕疵油油腻腻的哦。